听见了公鸡声。全都录进去了。
绝对是原装的啊。是吗？他捏捏的咱们捏捏这把结露看看有没有这像对根本没觉得特难受，而且因为当地是对民族文化的命运，所以对中国戏曲的那种稍晃悠一点，晃悠一点，而且我真的想象不出来是怎么能让豫剧跟这个很洋气、很有点这么做的累，当然怀全的把自己的成分放出来。他那不不硬，我们去看了，不硬啊，不硬。你看你的眼神到我碗里来，我太好画了，不说话。不说话，不说话，不说话。嗯，老说话全录进去了。小玉老师发现这个文化太好了，我也得跟着大家特别生气。说实话，我跟玉军的感觉一样，想不起玉军了。说实话，玉军还是很小气，真的。你听他们的吧。今年他并不发展，但是他在我们大小本的心目当中来说，这个玉军他还是比较笨笨的，草根的，不说的很累，真的不成功，还是比较艰辛的。我一往直前，一直谦卑，我真的担心。一出来，我觉得一接上来，前面那个孔老师他好，一接上来，走，我觉得这个跟玉军的疫情一下子没有了。但是，到后面我就又回来了，这个是我也没想到的。刚才你说了，对，我怎么有话挑你呀？瞧眼一会儿就瞧上了，可爱的小小眼神儿。看来，跟我们从小都是这个邓丽君虽然挺长大的，唱歌时觉得特别奇怪，特有魅力的声音是什么？无论我们的心情好坏，有爱上的时候，有喜悦的时候，无论我们在下雨还是下雪的时候，我们在任何一个心态下，他的歌曲都是一种非常让你激起心来，也非常的欢快起来，非常陶醉在那歌声当中的。所以我们可能。听久了邓丽君歌曲的人带着这样的一种情感，今天曲颖来用豫剧来演绎的时候，从我们内心深处的时候，肯定有一个最近的声音，对吧？都会有话语问好，但是有一个要更喜欢的感觉的。但是这个整体的画面设计，它是很唯美的，包括有古筝，还有这个我们说啊，包括您的助演的嘉宾，包括您和这个舞蹈演员你们那个抒情的设计。都把它赋予了一个很美的。我不管大家站在哪一个角度来欣赏这个《你问我爱你爱你》的这个歌，那么月亮代表的情，它有寓意啊。总之，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好听、好看、好玩，也就符合了我们红色天香的这样一个打动的一个初衷。至少我觉得非常好看、好听、好玩，我很喜欢。谢谢。谢谢。现在都可以盖了。特别愉快。谢谢你们，这会儿呢，我觉得这个做的猫也有点使劲了，好吗？继续的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用好，我唱吧。好啊。我一定要给我心中喜爱的剧，一定要搭住这个唱。我。